失了忆，每天都是星期七，赖在家里学书拉零点一倍速诺一，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，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。电话响起，又在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，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相信我的直觉一定对，你说你喜欢随你心而